这是 Chainlink 的官网，将您的智能合约与现实世界中的数据相连接。Chainlink 网络为所有区块链上复杂的智能合约提供可靠且防篡改的数据输入和输出，这是它的一些参考数据。连接任意外部的 API，轻松将智能合约连接至所需的数据源和 API，将支付发送到任意系统，将智能合约中的支付数据发送至银行账户和支付网络。以下是一些合作伙伴。我们与 SWIFT 等领先的银行技术提供商合作，使用企业级预言机帮助将银行连接到智能合约。我们与谷歌和 Oracle 等顶尖企业合作，为他们提供下一代的智能合约所需的安全预言机。我们多次被顶尖的独立研究机构选为智能合约设计和落地实施的领导者。我们与世界顶尖的计算机学术机构和研究人员保持密切联系，将前沿安全技术化为现实。智能合约实现并要求端到端的可靠性。智能合约可以保障数字化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不可被篡改，以实现极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合约涉及的数据的输入和输出必须做到安全可靠，才能保障合约本身的安全可靠。因此，Chainlink 为智能合约提供了一个连接外部数据的可靠解决方案，在端到端的保障合约安全。下面让我们了解更多。Chainlink 提供多方数据、银行付款以及 API 对接的智能合同的解决方案。将您的智能合同连接到它所需要的输入和输出，构建真正有价值的智能合同，需要使用多个输入来证明合同性能，以及多个输出来影响外部系统。或发送付款来完成智能合同，Chainlink 为您的智能合同提供所需要的输入和输出，以达到它的最大潜力。智能契约需要安全的中间件，将它们连接到真实世界的数据。这个外部数据将触发合约，创建对其可靠性高的需求。问题是，智能合约无法自行访问链下数据。当开发人员实现他们选择的智能合约时，他们会遇到连接的问题。他们的智能合约无法连接关键的外部资源。外部连接的缺乏是由于围绕区块链事务数据达成一致的方法造成的，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中心化预言机是一个失败的点。通过单个节点将智能合约连接到数据输入，会产生智能合约本身试图避免的相同问题及单点故障。对于单个预言机节点，智能合约的可靠性只取决于该节点。解决方案是可靠性高的去中心化预言机网络。Chainlink 的分散式预言机网络提供了与智能合约相同的安全保证。通过允许多个 Chainlinks 在相同数据成为触发器之前对其进行评估，我们消除了任何一个故障点，并保持了一个高度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智能合约的整体价值。以下是白皮书。